六日晚，贾乃亮的一篇声明更是让李小璐夜宿风波达到了事件的高潮。贾乃亮的文章让人非常心疼，也侧面证实了李小璐出轨。其实有摄影师在机场遇到贾乃亮，贾乃亮身穿黑色羽绒服疾步前行，有记者问到他昨晚取关 PG1 的事情，贾乃亮并未回答。摄影师向贾乃亮问好，贾乃亮还回头点头回应，这个细节也说明贾乃亮非常有礼貌，为人处事很好。摄影师还问到李小璐的情况怎么样啊，是不是回家处理事情了，这些问题贾乃亮都没有回应，保持沉默。最后贾乃亮离开的时候，他又回头弯腰表达对记者们的歉意。据悉现在甜心已经病倒了，发着高烧，这次贾乃亮应该是回去看望女儿了，并处理好家务事。可以说这次李小璐 PG1 风波中受伤害最大最无辜的就是甜心了。不过对于摄影师在贾乃亮伤口上撒盐的行为，网友也纷纷评论，看得出来亮哥很有礼貌，你们这些媒体也尊重下人家好不好，不要去打扰他好吗，就别再给亮哥添堵了好吗，谢谢你们。要不要脸呀，亮哥都这样了，新年好还给你们鞠躬了，你竟然还问他 PG1 和李小璐能不能不要这么贱。亮哥是回去处理事情吗？对于我想向他尊重的，不然不说将身体。